别的完了，赶紧收拾一下那个箱子。你来的那天就跟我说你要收，现在马上开始你还得收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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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念了，我现在就收，现在就收。真的是，赶紧收啊！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不是说暑假作业做完了吗？为什么今天老师还叫我晚啊？我问你呢。